Recording progress，我们开始了，共享一下。嗯哼，好的，幻灯片放映，还是老规矩，还是老规矩。然后大家帮我看一看啊，能不能看得见幻灯片？大声朗读能看见吗？可以好，那么174天呢？可以。好的，那就是正常大家好，我是欢迎晚上好，我是紫兰，今天是我参加的174天。很好，今天是174天了，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到365天啊？那么第一个，今天这个比较多呢。然后跟我读，这个叫做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感同身受啊。外婆视频里又哭了。外婆昨夜梦见了，等会儿，外婆昨夜梦里见到了我妈妈。外婆的梦里见到了我妈妈。外婆的梦里，我们回到了武汉的家。我们回到了武汉的家。有没有小朋友是武汉的呀？我不是武汉的哦，威廉是武汉的。春节那时说回没回？春节那时说回没回。是因为 COVID 在武汉不能回。暑假这时说回没回？暑假这时说回没回？是 COVID。是因为 COVID 在美国不让回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小朋友在哪里呀、美国。很好，很聪明，他在美国，而他的奶奶呢，他的外婆呢，在中国。每一次我们视频。外婆总是那句旧话。外婆总是那句旧话，也就是老说的同一句话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怎么还不回来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外婆耳朵不好使。他听不见妈妈的解释。外婆不知道。进来的世界。发生这么多大事。我已经有快3年没有回中国了，也是因为疫情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看看这个，没有了。把每天当成地球日。把每天当成地球日。地球日就是 Earth Day 啊。我们的地球很特别。我们的地球很特别。只有一个。它给我们水、土和阳光。它给我们水、土和阳光。人和动物分享同一片土地。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。你可以节约用水。和种一棵树。
建一个更好的家给你我他。建一个更好的家给你我他。嗯，回收东西。回收东西。不要浪费。不要浪费东西。把每天当成地球日。把每天当成地球日。嗯，是的，我们要保护地球，因为在大洋的中间啊，这个位置可能是这个位置啊，有一个小岛，都是由塑料垃圾构成。然后这个塑料垃圾瓶子什么的就浮在水面上，变成了一个小岛。如果我们继续去浪费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地球以后就都是垃圾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原谅。二月。我不会原谅老鼠。我不会原谅老鼠。因为老鼠的妈妈在我家里。因为老鼠的妈妈在我家里。生了六只小老鼠。生了六只小老鼠。啃掉了我们的生活用具。啃掉了我们的生活用具。嗯，啃就是咬啊。比如我们在啃苹果，就是咬吧。也吃了我们的食物。也吃了我们的食物。嗯，我会原谅蛇。我会原谅蛇。嗯，因为那个时候蛇已经冬眠了。因为那个时候蛇已经冬眠了。不会伤害任何东西。六月。在中国六月是夏天呢，在这里六月是冬天。我不会原谅蛇。我不会原谅蛇。因为蛇到了热的天气。就会伤害各种动物。读得很好，就会伤害各种动物。我会原谅小猫。我会原谅小猫。因为小猫活泼可爱。因为小猫活泼可爱。又会捉老鼠。又会抓老鼠。不会乱吃东西。会乱吃东西。是个好帮手。是个好帮手。我刚刚听到一些小朋友快乐的笑声，不知道你在笑什么。那么，小动物的。我喜欢你，狐狸。我喜欢你，狐狸。你是一只小狐狸。你是一只小狐狸。聪明有心计。聪明有心计。从乌鸦嘴里骗肉吃。从乌鸦嘴里骗肉吃。多么可爱的主意。多么可爱的主意。活该。谁叫乌鸦爱唱歌。谁叫乌鸦爱唱歌。呱呱呱自我吹嘘。呱呱呱自我吹嘘。就是他爱吹牛，乌鸦爱吹牛。再说肉是他偷的。再说肉是他偷的。你吃他吃都可以。你吃他都可以。也许你吃了这块肉。也许你吃了这块肉。会变得漂亮无比。会变得漂亮无比。尾巴像红红的火苗。风一样掠过绿草地。
风一样掠过绿绿草地。嗯，只有一个小朋友跟着我读了，读的还不错啊。我喜欢你，狐狸。我喜欢你，狐狸。你的狡猾是机智。你的狡猾是机智。你的聪明是有趣。你的聪明是有趣。不管大人怎么说。不管大人怎么说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嗯，有很多关于狐狸的传说啊，比如说狐狸吃刺猬，但是刺猬有刺怎么办呢？狐狸就会对着刺猬的脸放个屁，然后刺猬就被熏晕了。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证实。好，那么秋夕。秋夕。这是一首诗啊，诗人叫杜牧，这个名字你们可能以后会经常听到，他是个很有名的诗人。那么跟我读，银烛秋光冷画屏。哎，这是谁在读？读的真好。嗯，青罗小扇扑流萤。青罗小扇扑流萤。嗯，流萤这个萤是萤火虫的萤，也就是说拿了个小扇子啊，然后再驱赶这些晚上的小虫子。天阶夜色凉如水。天阶夜色凉如水。嗯，你们在现在晚上如果出去，月亮的光照在地面上，是不是天气很凉，就好像在水里一样？卧看牵牛织女星。卧看牵牛织女星。很好，牵牛星跟织女星是两颗星星，晚上很亮。好的，笠翁对月，这应该快结束了。山对海。嗯，大家一起读啊，山对海。华对松。嗯，四月对山宫。嗯，宫花对近柳。赛燕对江龙。赛燕对江龙。清暑殿。广寒宫。石翠对啼红。石翠对啼红。庄周梦画蝶。吕望照飞熊。好的，就说一句啊，你们看过西游记吗？有多少小朋友看过电视剧的西游记？没有。哦，看运气看过。广寒宫是嫦娥住的地方，广寒宫在月亮上。然后也就是猪八戒去跟嫦娥去看嫦娥姐姐的时候，他去的就是广寒宫。广寒宫猪八戒。好的，那么这个我们就不读了吧。江南再读一首诗啊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好的，江南春。千里莺啼绿映红。千里莺啼绿映红。水村山郭酒旗风。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四。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对，我今天听到一个小朋友一直在念啊，一个小男生，然后声音非常非常的好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我和多少大小朋友一起大声朗读啊？十八人一起大声朗读。嗯，我觉得我很。我觉得我很快乐。
我很快乐，看我能不能来及把快乐写出来。来，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那么谢谢小朋友。老师。